很心疼15岁的那个他。你在穿着打扮上要转过来，你本身就是女孩子，你不要这样说，你别人更以为你是男孩，你知道吗？这是15岁的李雨欣在参加《向上吧少年》时妈妈亲口对她说的话。她从小就觉得男生和女生之间不应该有什么刻板印象，女生也可以很帅气，也可以剪短发。虽然她一直跟大众印象中的女孩打扮的不一样，然而刘妈妈却不支持她的做法。女孩子应该像女孩子的样子，男孩子应该像男孩子的样子。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我觉得我都不相信她是我的女儿。为了不让妈妈伤心，刘雨欣打算逼自己变成传统意义上的女孩样，但她眼角的泪水还是暴露了她的内心有多难过。不过妥协归妥协，可一个人的追求与目标又岂是那么轻易就能改变的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刘雨欣尝试过热辣风情的动品舞、撒娇卖萌的可爱风，但她发现只有跳街舞时的那个率性洒脱的她才是最自由最舒适的。于是她决心用实力征服那些不理解的人，包括妈妈。
然而在这个过程中，她又遭受了一轮新的误解。在参加一档选秀时，李雨欣在男团和女团组中选择了进入男团组，理由是进入女团要穿高跟鞋，她接受不了。但在多年后，李雨欣却参加女团选秀，所以很多人认为她言行不一。因为说这话的人不知道李雨欣当年明明还补充一点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她也可以去尝试。不信看这里。退一万步来讲，这两场选秀差了将近十年，十年时间让一个人的想法发生改变，又有什么奇怪的呢？